满座，要等一下。要排队。干甘炒米粉。套餐，干甘炒米粉。两片的巴拉山鸡。还有咖喱鱼蛋。这个主食，这个是卖主食和小吃。还有这个芝士吐司，看起来是蛮不错一下。又是窝饼，馍子啊，这那个是糖水，糖水的选择很多，你看。很多选择糖水，红豆沙、绿豆，很多。我哇喳喳。花生汤加油条。粥白果薏米，这个也是我也是蛮喜欢吃这个福州薏米。绿豆，这是黑糯米加这个感冻，黑糯米加绿豆西米露。这些是冷的。白米饼，还有冰沙，芒果冰沙、草莓冰沙、美露冰沙，还有 Holic 冰沙、花生冰沙、黑芝麻冰沙。豆花汤圆花生糊，还有这个豆花汤圆黑芝麻糊，是冷的，这里也是有暖。桃胶桂圆自煮，然后我吃这个豆花汤圆黑芝麻糊，还有一个冷的，就这个板蓝豆花红豆芋圆，然后一个主食，那个 set A 冬阴米粉麻辣蒸鸡，还有两串的咖喱鱼丸、咖喱鱼蛋，还要加 double cheese 的给 C 加 double cheese 啊，啊，这叫 double cheese， double cheese。双芝士吐司，手机扫描点餐，太多人了，
叫这个黑芝麻糊芋丸，还有这个板蓝豆花红豆芋圆，小吃就这个 double cheese toast，然后主食就选东洋米粉，不然煎炸鸡。就这样。四样东西，一二三四。这个四样东西，总共加 tax 44.7，加16%的 tax 啊，全部是51.85。Double cheese。Double cheese 就是两片 cheese， 不是 double cheese。来呀、啊！来一个炸鸡。这个是板蓝豆花红豆芋圆，冷的这个，然后这个是黑芝麻糊啊，豆花黑芝麻糊，看着不错的。然后还有炸鸡，鸡翅膀一片，还有一个冬阴炒米粉和那个咖喱鱼蛋。冬阴米粉、咖喱鱼蛋。不错。Double cheese toast， 哇，没有人叫，好吃啊，好吃啊。冬阴米粉，那个好吃，好吃吗？酸酸，酸酸辣辣。哇，咖喱好吃哦！那咖喱蛋好吃。那咖喱蛋好吃。
切实的果实。果实好吃。很白的，有拿去。它是咸咸香啊。咸咸香。可以吃，加什么吃？把它整鸡，我炒米粉里面有这个鱼饼啊。我吃吐司。直接咬，没有呛到，差不多，很绵吧？好吃。要冷还是热？热，温的。哇，甜啊这个。开始吗？好，里面包一只吗？好吃。黑芝麻很好，豆花啊，黑芝麻是红豆的。它是椰浆。这是板蓝豆花。黑芝麻糊，很浓下的吗？浓浓的黑芝麻。它的面包特别。抹筋啊，黑芝麻的抹筋。